事实上，郭台铭他的身家呢是超过了2300亿元，但是在他小的时候，郭台铭爸爸是扣着一份警察薪水养活一家六口，全家省吃俭用。也因此呢，郭台铭曾经是借住在新北市板桥的慈惠宫，他都自称自己是妈祖兼阿明。后来呢，郭台铭半工半读完成了学业，妈妈还是靠着标会替他筹到了创业基金。郭台铭他就是靠着这样的过人意志力以及不服输的性格，白手起家创立了鸿海帝国。带您来看他的传奇人生。妈祖跟阿明，你们回来咯！永远称自己妈祖跟阿明，因为白手起家的郭台铭，小的时候就住在庙里。现在我们这个财神殿的位置，就是以前郭台铭董事长他们住的厢房，他可能就是有得到我们慈惠宫的财位，所以说他才成为我们的台湾首富。那时郭台铭家里并不富裕，父亲郭凌瑞在板桥当警察，当时月薪600，要养一家六口，他们就借住在警局隔壁的板桥慈惠宫，前后长达9年。这是我的根，这是我的缘。庙口的小孩啊，都会在这个那这两只狮子当玩伴，他也玩过那个弹珠啊，那个还有那个纸牌，那个昂阿飘啊。郭台铭中学念中国海专，毕业纪念册上还能看到梳着西装头的青涩模样。半工半读完成学业，退伍后郭台铭运用所学到复兴航运当业务。可能很难想象，他还曾经做过 O2 在工厂睡行军床。后来他也决定创业，决定创业，但一开始资金的来源其实是他妈妈去标会的一笔资金哦。但没想到经营的过程其实并不是那么顺遂，所以很快的30万的投资资金就用完了。后来是又跟他的岳父借了70万。合伙人挨不住创业的辛苦，想撤资，郭台铭借钱顶了下来，到处嘎支票赶3点半。一开始做的是黑白电视机上的小旋钮。当然一开始你说订单来源怎么来，也非常的辛苦啊。他跑自己拿着一个皮箱，就自己一个人跑到美国去，一家美商公司叫亚太瑞做游戏。做游戏机的，那刚好有一个机会，他自己争取透过代理商去拿下这个案子。从那时候开始，他就更积极的去接触很多的大品牌，勇往直前，绝不退缩。过于常人的坚持，郭台铭接着从 LG 手上拿下苹果订单，再到 Nokia、Motorola、Cisco 都找他合作。30多年后，鸿海已是全球最大的电子专业代工厂，创造破兆营收。郭台铭身价也来到2300多亿。现在成吉思汗开创鸿海帝国，如今郭台铭商界跨足政界，要扩展新的版图。记者曹天、周国峰采访报道。